你好，欢迎收看12月3号的新北新闻网，我是陈慧玲。全台最大户外盛宴 Discovery 印派季假日在新北市龙门露营区盛大展开，这是频道商首创将老车改造、荒野求生秘技、科学机器人等众多频道经典节目内容直接搬到了活动现场，同时也邀请了重量级印派卡司到场同乐，一块去看看。由知名频道商举办的印派季已经连续2年在共寮龙门露营区举办。频道商表示，探索频道是集团下旗舰电视频道，致力于制作全世界最高品质的纪实节目，从经典野生纪实、科技工程、历史文明、文化以及探险等主题的纪录影片。而印派季活动则是希望将这些主题带到现场，让民众来体验。这是我们2年举办 Discovery 印派季的活动。那印派呢，其实这两个字是我们 create 出来的，我们希望呈现的就是一个很 man 的一个精神，希望把我们节目当中大家在看电视里面看到 Discovery 丰富的这些节目的内容，包括老车啦、求生啊，包括一些科学的，你不只是可以在电视上看到，同时也能体验得到。所以我们希望强调的就是一个 hardcore 这样的一个精神，所以在中文的部分我们就叫它叫做硬派。频道上表示，硬派季现场重现老车新狂轰节目，展出超过数十台经典的复古老车，吸引超过许多老车迷到现场朝圣。另外，去年就有来的艺人卢广仲以硬派学长芝芝热血回归带动气氛，与现场上千名民众一起嗨翻全场。刚刚那边有一个在做刀的那个，我觉得那个蛮酷的，就是这边有很多手做的事情，对，有些新体验我觉得还蛮好的。其他我觉得那露营区也办得还不错啊，如果下次有机会再过来露营。怎么会想要找你朋友来？哦，我先就是我自己是蛮喜欢这个频道，然后就是在脸书上有看到这个，就是他们办了一个活动，哎，然后我们就想要来这里玩，哎。那其他喜欢老车？是为了老车来，哎，对，老车啊，然后它还有其他的，像机器人格斗赛，像是兵器啦、武器这样的内容。所以其实，在我们的摊位里面呢，像是打铁啦，或是有一些求生的一些技能，对，都可以看得到。那另外在大草原区的部分，在我们的硬派舞台呢，整天都有活动在进行。那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我们的去年也有参加我们硬派季的大咖，就是吴广仲，他现在正在演唱。2天的活动，重量级硬派卡司到场同乐，由金钟奖双金影帝卢广仲、携手金曲嘻哈天团顽童以及乐坛势力小天后陈芳宇接力演唱，更展现各自硬派精神。卢广仲大排场，率领经典复古老车绕场游行，霸气征服现场的所有粉丝。记者方强，共同场报道。